天中穴。天中穴。对。那边应该是一个特例哦，江那个江妈妈会喊成那样子。嗯。我发现一直用那个大拇指按会很酸。所以有时候我会用手掌。手掌或者是用这个地方这样。哪个地方？这样。哎，你我这样。你说哪个地方？这样。如果你要用哈、因为这样。如果你要用，是用这一块。啊，用鱼际呀、啊？不是这个，第五三指骨、哦，那个是一种叫一指禅的那个按法。但是你手放着，不是大鱼际小鱼际吗？这边。哦。OK， 了解。有没有？就是有那块骨头。嗯。因为我发现一直用那个很酸呢、所以你做几下，一般四下到五下，没有、就换位置，没有就换一只手，换一只手。其实因为我们到酸再换的时候哈、它恢复很慢，但是还没酸你就换，它就不会酸。像我现在做还没酸，我就要换了。不要说等酸，很多人说等酸的时候，你乳酸已经堆积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时候它就没办法恢复。在它乳酸还没堆积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就换手让它去恢复。也就是说，不要让它到酸的程度了。那我们很多人的习惯是说，我酸我再换手。那等你酸的时候，你也要休息，你再换手也没用了。所以如果大人要看我大概揉大概4到5个、一段时间我就会再换，有没有？这样我的手都不会就不会到那个酸的程度。然后大拇指球尽量不要动。大拇指球尽量不要动。像大姐你揉，你揉在我这手上，我看你怎么揉。来，妹妹你揉在我这，不然你揉在这边。